小龙，你咋来了？刚哥，我爸有事儿跟你说。志刚啊，那个是计划有点变化。说正事儿。王宗泽的人呐，不是人。其实啊，你爸这次要不回来闹这么一出，我原本打算都放弃了。那刚哥，那这次咱也别打算了，就放下吧。我比谁都希望你能有个好归宿。哥，你要是因为对象这事儿的话，我哥俩要再给你找一个。在我心里，只有翠花。那找不着。刚哥，刚哥。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好时人。哎，这唧怎么写来的？他嘴边咋还想不起来？